午安。Hello Bonnie, Hello 小布丁, Hello 贝卡, Hello 阿凯, Hello 燕, Hello Ken, Hello 豆芽。今天看看看状况。Hello 兔兔, Hello 洛克, Hello 雨南, Hello 羚羊, Hello 金鱼, Hello 志祥。谢谢雨南送的缘分相遇，谢谢。嗨嗨，午安。嗨嗨 ，Hello 相遇的心动线送的火焰足球。Hello 伟伟 ，Hello 冰彻轩 ，Hello 正义。天阳送的缘分相遇，谢谢阿肥送的小喇叭。嗨嗨，午安。发现房间的光比较好，我觉得我之后要在房间开。房间光不错，而且镜子也在房间，这样子就可以打光，就不用搬来搬去了。除非要玩游戏，那另当别论，那另外讲。嗨嗨 ，Hello 浩燕，谢谢分享直播。Hello 卡丘 ，Hello 秋日红，谢阿凯分享直播，谢浩燕送的火焰足球。谢谢微微分享直播，谢卡丘分享直播。Hello 秋日红，没想打电动再出去，因为房间的，因为在客厅的时候窗户在左边，所以光总是会一半一半。但是如果在房间的话，就是窗户在正，这是正前面。今天开两个小时吧，应该是，因为我。晚点要看牙医，然后晚点又要再去上课的。谢潘德拉送的挚友包包，谢谢夸奖我的毛衣，谢北极熊的是送的缘分相遇 ，Hello 耳机酱。没有，因为回归学生党就是之前有时候我去上想要去上歌唱课这样。嗨嗨，都快要会唱了。哦嗨，哎，冠伟，好久不见，最近好少看到你，这首最近好热啊，这好熟，不是好热，好熟，真的快要都比我们的单曲最近就是听的几率比我们的单曲还高。谢谢剁手上的年度会员票，谢谢。天天送自由包包，妆感嘛，妆感没有，我没有变，一样都是原本的，这次没有买彩，没有什么买彩妆，只有买睫毛膏，就是 Can Make 的睫毛膏，那个真的很好用，一便宜又好用，真的好喜欢，太气了吧。最近小忙，辛苦了。最近这个月我们也很忙哦，大家好吗？鱼答应吗？鱼答应很快就没了呢，可以不要吗？天美的眼影哦，我是买 SL 的眼影，也好看。出国考察，赞赞。感觉很厉害耶！哦，于大应的刘海哦，原来我还以为他很快就没了，我才不要。谢分享直播，笑笑嗨嗨。
踏地色万年一生的。我之前是我前阵子新买的这一个，我觉得很好看。色号是多少啊？啊，其实我找不到哦。啊 ，CS01 这个不错，我来去。但我今天不是用这个，今天是用普通的，就是大地色。谢谢伟送的浪小宝风世竹收藏。谢谢微微送的浪小宝风世竹，谢谢。零三怎么好真假的？零三哦，好像之前有买吗？忘记了，我有换了蛮多眼影的，可能没有买过，我不太记得色号。谢谢沙鲁分享直播，谢谢剁手送的火焰足球 ，Hello 微积分大师，早安早安午安晚安，今天很冷，对，这两天都超冷的，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就是我等一下出门要怎么穿，但是我总觉得一种刚从日本回来的心态，想说在日本的7度我就试过了，这个十几度怕什么的那种心态，你知道吗？但殊不知台湾跟日本的温度差超多，因为湿冷跟干冷真的是。干冷是表皮冷，然后湿冷是 骨头里的冷，冷到 骨子里这样。谢谢洛璃送的行李箱，担心担心。谢谢龚大众，球会飞去哪？不小心出界了，谢谢。哦，你成为日榜第一，赞赞。短袖短裤不行，在家的确短袖短裤。但日本只要是有出太阳，或者是没有风，就是非常的温暖，就是刚刚好的温度。魔法攻击，真的啊！你形容的好好哦，天哪！但是现在就是比较尴尬的是，衣服就晒了又干，干又湿那种感觉。只要你错过了那个停雨的时间。然后如果它又在下雨的话，衣服就会死掉，就很麻烦。银杏很美，超漂亮的。我们有去那个一个很大的，忘记是哪了，我不太记得这个地点的位置。我很欢。我看一下那是哪，一个公像大安森林公园的地方。银杏很臭，可是我去吃了银杏，觉得蛮好吃的耶。烤盐炒银杏，觉得不错。啊，我去新宿御苑，对，那边的银杏很漂亮。秋天呢、啊，就是会吃那个盐炒银杏，然后我想说啊，干嘛吃这个？然后一吃就哦，蛮好吃的，但是好像不能吃太多，因为会就是听说会肚子会痛，听说因为比较生冷吧，好像是我不太知道。谢谢林洋生的缘分相遇，然后人家都说银杏很臭嘛，但是那时候我一直在闻，说这是什么味道，就闻久发现啊。地瓜球的味道，哎，有种地瓜球的味道，然后吃起来的话是糯米玉米的口感，但是到后面会有一点，就是尾劲是有点苦的，这样就是蛮特别的。大家有空可以去吃吃看，就是蛮特别的，蛮特别的。对，地瓜球，对对对对，真的真的那种地瓜球的味道，真的真的真的，我没有骗你们，真的我是真心真心这样觉得，所以才跟你们这样讲，我没有在就是偷懒。我觉得蛮好吃的，我自己是觉得蛮好吃的，对自己觉得蛮好吃的。不是那个围巾，闻起来很像地瓜球，我是真的觉得不错了，好不好？我是真的觉得不错。
大家如果到了就是明年啊秋天的时候，秋季的时候也可以去吃一下盐炒银杏。我不知道哎、欸，应该是应该我可能吃的是比较高级一点的，或许因为那时候我朋友说他吃的那时候他吃的时候没有这么大颗，然后我们是比较大颗的，对。然后我觉得蛮不错的，就是很新鲜啦，很新鲜，就是第一次吃。Hello， 谢谢我分享直播。Hello 高升 ，Hello 弘毅，真假的？我其实就没有特别去闻过那味道，所以他跟我讲银杏很臭，我想啊，真假的？对我来说，银杏就是一个古老的东西。点套餐哦，小小点，就是像那种居酒屋的那种地方。然后因为我是住在稻荷町嘛，就是上野的下一站这样子。然后我就去上野，那上野那很多就是餐厅，就是居酒屋啊，或者是一些。烧烤啊，拉面都开得很晚，所以我们那时候第一天吧，就是比较累，就睡一下之后再去吃东西这样，然后就剩的不多，然后我们就看到一家就是像居酒屋，然后很大家里面超多人，然后我们就进去，然后就看到这个很特别的料理，然后我们就说要不要，到底要不要吃啊，到底要不要啊这样子，谢志凯送小喇叭，然后我们想说好吃吃看好了，反正不好吃顶多两个人一起分嘛，总是可以吃完的这样。然后一吃就哦，蛮好吃的，就真的还不错，是真的不错啦。一份多少？哎，我有点忘了，因为我们是算总价，我真的不太记得一份多少，但好像不便宜。那个好像是我们点过最贵的小菜，算小菜吗？我看一下，我有没有拍到。太晃了，太晃了！太晃了！我觉得我应该没，我应该有拍到吗？没有拍到，好像是500日币，其实也没有到很贵啦。对，就是那餐里面算吃的比较贵的。然后里面就会长这样，酷，就是很像葡萄的颜色，我觉得是蛮好吃，然后沾盐巴很好吃，像糯米玉米，真的，相信我好不好？相信我，我不会骗你，这没什么好骗。蛋黄吗？它是绿绿的呢，我是觉得蛮好吃的啦。是，可以去试试看，我觉得真的可以去试试看，真的是很不错，真的是很不错。然后那天还有吃了一个，就是他们用红醋去腌的章鱼，这个也蛮酷的。谢许大巴送的千想和你泡在一起，这也蛮酷的。我正常来吃到的那个就是那种腌制的日本的章鱼都是那种有芥末，然后他们都拌在一起了这样子，你知道吗？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以为是这个，然后我就点了，然后来长这样，我就跟我朋友在互看，我们有看错吗？这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说日本很常用红色的醋去泡一些东西，这样。然后像小章鱼也是，章鱼脚也是。然后他就是他章鱼本身吃起来是因为是泡过那个醋嘛，所以是酸酸的。然后你要配上那个芥末，然后这样吃就蛮好吃的，对，就蛮好吃的。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不是大猪公吧，不太一样，比较像红烧肉，蛮好吃的，但是会吃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是自己想的那种样子，对，会有点吓到。我是觉得蛮好吃的，对。
哒哒哒。酒啊，あふれたローサでも。它没有酒味，它就是醋。我看一下哦，日本红醋章。他们说那叫干醋。有吃到雷的吗？这一次吗？哎，我觉得还好哎。啊，因为我本身对吃的来说就没有到很挑，就是比较有那些可能红萝卜啊，然后或者是大量的青椒啊，或者是极大量的葱，我就没关系。但是还好，因为林姐也吃葱，然后那个姐姐也吃葱，所以我只要把葱给他们，那碗我就可以吃的。还有葡萄干，对。谢谢杨总的缘分相遇。对，干醋章。我对于就是葱，它可以一点点，但是不能太大量。太大量我就觉得那个有点太多了。香菜跟芹菜我可以。我还蛮爱吃芹菜的。茄子主要是看他的朋友好不好，你知道那个他的那个酱汁。对对对，对，日本超爱加葱，所以我一直都给别人，就是哎，你的大量葱来了，都给你这样。我不行，那个葱太多，他们真的是免钱的这样。阿琴吗？喜欢河联。阿琴喜欢吃芹菜。所以他们就会变成那种加量不加价的葱量的。很划算呢，因为我真的没办法喜欢那个这么多的葱的。啊，我没有去吃那个河豚，因为阿杰没有吃过河豚。然后他第一道是那个鱼凉拌的鱼皮跟鱼肉这样，然后就一堆葱，然后我这样子，阿杰你要不要吃？阿杰，全部捞给你，呼，不要。谢谢洛林上的火焰足球 ，Hello Leo， 超多张哎、欸，啊，我直接吓爆哎、欸，哇，不用钱你，没有阿杰不会傻眼，他说好啊，给我都给我这样。谢谢不曾送的叫刘玉婷唱给你听，谢谢大家送的火焰足球，对，我会挑那些东西。但是我不是说完全不吃啊，就是如果它没有处理过，然后它太大量的出现在我面前，我就觉得有点抗拒，不是那么喜欢。它一点点我可以，好不好？一点点可以，赚烂。嗯，这是就不行啊，太多真的不行，全部捞掉。像我们去吃那个拉面，它其实也有葱。我是直接给那个姐姐，我不要葱。哦，就算只有这个一点点了、啊，一点点，我也是给她了。不喜欢。没有哎、欸，我没有去吃螃蟹，没有吃和牛，因为我对和牛没有到非常的喜爱。对，有之前吃过，然后真的吃那种很高级的，真的是有点太，对我来说有点太油了。就是对我来说是可能我吃比较浪费啊，所以我就比较没有提议说想要去吃和牛，对。然后螃蟹的话，我们是觉得原本是要考虑要吃螃蟹还是去吃河豚，但是因为阿杰没有吃过河豚，所以我们决定去吃河豚。啊，那姐姐也没有吃，哎、欸，姐姐吃过河豚，她是吃那种炸河豚，所以不太一样。然后，这重点是螃蟹其实台湾吃也蛮便宜的，也算蛮常吃的，对啊。对，日本葱超大只哎，难怪初音可以甩，我们只能甩大蒜，你知道，因为我们葱太细了。河豚不是都吃生鱼片啊？不一定哎，
像有凉拌的，然后有生鱼片的，然后有煮火锅的，然后有炸的，就是其实河豚有蛮多的料理方式，就是我自己觉得吃起来就是比较有嚼劲的鱼肉，然后鱼腥味没有这么重，不是那个鱼腥哦，那如果是鱼腥，真的那个鱼腥的话是 baby 味，那个 baby 味很可爱，那个鱼本身的味道没有那么重，呱呱呱，好吃吗？我是觉得没有吃过的人可以去吃吃看，因为它口感真的蛮特别的。但是它就是不会让我想要一直去吃，或者是觉得哇太好吃了吧的那种感觉。它就是一个很高级，然后可以坐在那边慢慢吃的料理的。那其实 baby 味，对，它是 baby 味。我觉得是这样啦，对对对对对。它本身没有什么味道，它吃起来就是比较有嚼劲，就是蛮酷的，尝鲜的感觉。唱大通鸭这什么？你问问看啊，说不定他会。对啊，我觉得可以去吃吃看，因为毕竟台湾河豚的料理比较少见，然后日本很多，然后也会相较下来价格也会比较便宜。因为我那时候去吃，我之前第一次吃是跟家人一起去大阪的时候吃，然后订的是那种比较高级的，然后一个人就要花1万多块2万块日币。的那一种，然后就会有一个非常高级的奶奶，然后帮你夹，然后帮你弄，然后帮你弄好，这样就是你要配合他们的吃饭速度慢慢来，然后还要跟你解释，然后我们听不懂就会嗨嗨 OK 嘿嘿嘿 OK 嗨啊恶心啊，这样那不就过了。然后我们家吃完就是吃的满头问号，这样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这次去吃的话是没有这么贵，大概8000日币。一家人，我多点了一杯茶，这样，因为没茶要400日币。好，这不重点，反正我就在这次去吃之后，它是一间比较小的店，然后在上野的一个巷子里面，然后外面就有一缸河豚那边游啊游啊游啊游。然后因为我就对河豚真的还好，就问阿杰说，阿杰你真的要吃河豚吗？你看他们这么可爱。阿杰说哪有，他长得很丑。我就你好坏。我就看着他说，阿杰就这样，我看他我要吃你，然后头就撞那个鱼缸。我想说他疯了，我说是不是今天一整天太累了，他疯了这样。然后我有录下那一段啊，但我不知道能不能放，我会被杀掉。我先存着，然后呢，我们就去吃了嘛。然后那个我们点的是比较贵的那套餐，就是7000多日币，就是整个吃完大概1500左右嘛。然后它是主打现杀的河豚，这样现杀哦。但是那个鱼缸里面的，可能就是你可能刚刚有看到它，现在它已经在你桌上的那种等级，这样吓到。好哦。黑上课加油，拜拜。然后呢，反正呢，最让我觉得可怕的东西就是它是因为是现杀嘛，所以它真的非常非常新鲜。然后我们有一道是火锅，他就把那一盆，因为我们三个人，所以等于是一人一只这样，那一盆端到桌子上来，然后他，哎，还是。Masaka， 你好啊 ，Masaka， 嗨嗨，欢迎来到我的直播。谢谢你有听电台。不是重点，不是他在把拼，那个肉太新鲜了，他真的是现杀，他还在动，还这样子啾啾啾，然后我就，因为那个桌子是这样子，阿杰坐这，我坐这，哎，姐姐坐这，然后服务人员都会从这里上菜，然后我这样子。因为他一直在跑屁，超可怕，超可怕，超可怕！他一直在跑屁，你知道吗？我就我不行，我不行，接受，超可怕，超可怕。然后我传给我爸，我爸说看起来很好吃。爸爸，很可怕，他
太新鲜了，我真的没办法，我不行嘞，我不行，太新鲜了。他很可怕，他还在找病，我不能不吃，我钱都已经花了。就是我不太希望看到他这样的过程。我真的是真的很害怕哎，那时候真的是想要就是直接钻到阿杰的背后，就说我什么都没看到，这样太可怕了。我有拍啦，因为我传给我爸，但我放出来我会不会被 ban 啊？我看一下在哪，这里，哦，这块，哦，我会被 ban 吗？我不知道哎，那你们不要想不想看的就先不要看，好，好，我要放喽。我要放了，我可以删掉它了。好了，我放完了，我放完了，我把它删掉了。你没有看到吗？还在，好啊，好啊，这是我刚好录到比较小的爬屁，好不好？它还有比较大的爬屁。比我还会跳，太可怕了！就是发生什么事中的让小宝风事主，哦，不行呢，我真的觉得蛮惊悚的，对我来说，就是，就我不行了，好不好？谢谢 Kevin 送的让小宝风事主，谢谢一晨送的放小宝风事主，谢谢。哦，真的是很可怕哎！什么？他这样算小吗？他等一下过去，等一下 breaking 怎么办？对，我不行啊，我不行，我真的不行。然后他们就把那盘端到里面，那个不放外面，端到里面，我就这样子开始在吃东西这样。啊，他什么时候才要停止？我不可以，真的是来自深渊的食物哎，真的，第二天晚上 breaking。就是很新鲜，但是我就是蛮害怕这种场景。对，我就是不行，这点我真的不行啊！等一下就，而且我真的不行，我真的不行，我真的办不到，我没办法看着他吃饭，我真的不行，我真的不行。我不能看着跟他说啊，你是不行，就丢进火锅里就可以了。对啊，就是我们那一盘是哦，生鱼片吃完之后是炸盒，炸盒之后那一盆上来，然后就他会煮水，然后我们就可以丢进去，然后他们就放在旁边，然后我直到我有点忘记他的时候，他们才丢进去。太可怕了，我不行哦，不行哦，死了都要跳，死了都要跳，不得得得得得得得。你看，我用这个把它勾起来，但其实还是蛮固的，要找到那个平衡，那个 balance。不行嘞，很可怕。我也不敢，我知道韩国有一个就是生就是很新鲜的章鱼，然后它会黏到你，然后我又觉得我不行。我唯一能接受在我嘴巴里还有感觉的就是跳跳糖，其他不行，其他不行。我不行啊，我真的不行。可以了啦，可以了啦，不行啊，不行！我连就是在家里，因为我很喜欢吃虾子，然后我妈每次都会去市场买，然后那种很新鲜，然后真的是活跳跳，你知道吗？然后我都会被吓到，我就只能接受它已经完好的躺在那里，或者是已经结束生命了。我不能太新鲜嘞，我不能太新鲜。生牛肉它不会动。蛤蜊的话，蛤蜊它的动的幅度也没那么大，所以倒也看不太出来。
我真的没办法。我不行，我不是那种老饕那种食客，就是对，我不行。我去北海道没有吃那种鲜沙茶，没有没有没杀过火鱼，完全没有。没有，没试过，没试过，希望不要试。当然不行啊！怎么可能可以？怎么可以 ？Hello， 勇哥 ，Good morning。真的不行，我不行，我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啦，好不好？我可以吃它，但是不能它不能活着的出现在我面前。谢谢勇哥送的告白气球，谢谢志玲哥送的小喇叭，谢谢。Hello 草莓甲，我不行啊，那个我不行，真的不行，不行哦，不行。当然不可以接受啊！你们都忘记我之前一单的时候上网络节目，然后我们吃那个虫蛹，我直接哭出来吗？不是虫蛹，是那个炸的昆虫的饼干，他们说是饼干，但是我觉得超恶心的，我直接哭出来，我真的不行的，我真的不想吃，但还是吃，哈，不行。形状也不行。如果真的是有人送我什么什么昆，就是那种什么生海参馆或者是什么鬼的，然后就是送我那种昆虫饼干的造型的那种饼干，我就会想要跟他绝交。不可以，不可以，重启你的机，不要，我真的不行，我不行啊。跳舞动不行，我跳舞动我不行，我跳给你看，拜托你不要在我面前舞动，舞动出不了奇迹的，我告诉你，只会恶心。谢谢阿伟分享直播，谢谢小馆面线送的火焰足球。啊，对，重重拔河也很可怕。那时候说到 round down， 我其实超想哭的。结果可以不要去吗？就单少了 C 位没关系吧，拜托。姐姐，这可是不行啊，不行！就是他只要还在 popping， 我都不能接受。你看我买的这个，很可爱，大耳朵亮亮，是为了夹一下我的毛躁的头发，然后固定。而且你看，我买到这个了，我一直很想要这个，就是这个，我买到了。你看，哇，极光版的大耳狗发夹，超可爱，哒哒哒，哒哒哒。那时候剩最后一个，超可爱的，买到，我就夹在我床头，让我一直想，一直能看到它。谢谢你，阿杰会认不得的发夹啊，对。没关系啊，现在知道了。那超可爱的，好不好？我超级喜欢大耳狗，可是我觉得很可惜是大耳狗是男生，就是他的周边就是相较其他的人就没有那么可爱。小森本现在有大耳狗的那个系列，一直思考要不要集。可是他出的周边就没有像美乐蒂或者是库洛米这么可爱，就觉得很可惜。虽然我还是买包。有分性别。男生可以啊，只是他的周边就没那么可爱了，好不好？订了一只你们能收吗？我们只要是物体，不要是活体。啊，也不要是电子产品，好像都可以收。
是他们的一个规定这样。我最近有一阵子没有去公司了。可以扮女装，可是他们衣服就是不能共同。什么饼干？我们不能收吃的、啊，所以你会直接被丢掉。尤其是我看到是，哎、欸，你看送什么东西，我可以直接进垃圾桶，直接进去，直接进去，不要那个，我可以直接进去。我就直接逃离办公室，快跑！让我离开，离开这里。不行啦，就是收吃的，就是。怕有危险性，就是如果就当然你们都是好人，就是对我们很好，因为我们都知道，但是总是会有一些可能，没办法预测的状况，对啊，所以减少这样的，对啊，就是这样的，对，而且也怕就是食物，等我们真的姐姐有空整理的时候，如果坏掉怎么办？对不对？这是风险之一啦。什么名啊？拉瑞姐姐表示想收人，她可能会气死，直接离职哦。谁这样？我永远记得我们去拍一秒二秒约好的时候，那地方就是比较多小虫虫，因为晚上。然后姐姐在整理，就是最后我们拍完 MV 嘛结束，然后在整理衣服的时候，有人的蓬裙里面有一只虫虫，姐姐吓到就哇这样，超好笑，超好笑，直接吓到，很过分。乌吼也很多，乌吼很多。什么他会摇什么你的什么粉丝什么意思？笑死，很可怕。我新增了一个最近喜欢的日文歌的歌单。哦，蒙古包，我完全没睡好啊！拜托那天。直接吓到哎、欸！拜托啊！我那时候去浅草寺，因为那个姐姐很喜欢写玉珠印，就是她有那个珠印本，就珠印帐，她说珠印帐，然后去每个寺庙或者是神社都会写，请那边的人帮忙写玉珠印。然后那时候她在浅草寺的时候，她在写，然后我在旁边，然后突然发现我手上一只虫虫，我就这样的，然后其实很小，我就。然后就吹不掉，还回来了。然后怎么办？这里不能杀生。然后我们就走去外面，这样，然后用那个慢慢把它推下去。超害怕，不能杀生，你知道吗？快快出去！直接吓到。一株。珠印很贵哦，那时候他写一个300日元到500日元都有，对，而且可是他写起来很漂亮哎、欸，因为只要是老师傅写的那个帅气的笔迹都不一样，我觉得很酷，嗯，不贵，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去，然后他就是特别这样讲，然后我就哇哦。OK 呀、啊，这个价格可以耶，你要每个都写啊。什么有一个虫虫蜘蛛爬手上就掰了，是你把它弄掰的吗？听起来很可怕。对，老师傅就是老师傅。想去韩国玩吗？蛮想的，因为没去过。但韩国就是有个风景，就是语言更不通了。好吧，谢谢。对，我用吹的，因为我毕竟还是不太想要碰触到它，你知道吗？然后像我家出现虫虫的话，我都会第一时间拿酒精这样啪啪啪啪喝醉把你这样，然后开始喊我姐姐救命，然后这样姐姐，很好笑啊，这样。地球画脚也是啦。
醉了醉了，让他停止动作，疯狂喷，喝醉吧你。都会放这些歌吗？可能会吧，因为最近蛮喜欢听的。谢谢三分钟的缘分相遇，你酒量好，那就尴尬了啊！哦，原来那就不能留档了，哈哈哈哈！那我素鸡在乱讲话。乱讲话，开玩笑啦，开玩笑，我能讲什么？没东西可以讲。有吃一兰吗？没有，完全七手而已。咦，是这样吗？看看。明天见。明天怎么了吗？明天商演啊，明天好像有个商演。好哦，工作加油。对啊，原应该说原本有我啦，但是因为那时候防疫的规范还没有像现在，就是两次的阴性就可以出门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只好取消这样。对，原本好像有，对，然后结果就没办法了。哎，什么意思？对啊，蛮可惜的。我忘记我要拿什么给你们看了，可恶！被那个 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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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i， 然后就打断了。去超展啊！我要拿玉珠印给你们看了。我觉得这很厉害，我真的觉得很厉害。很疗愈耶，很疗愈。哦，歪掉了。而且秋叶神色，我觉得写的真的很好看，就是很大气，超大气，然后又很整个很流畅，哦，完全没有犹豫，完全没有。然后他就说这就是老师傅，如果是比较年轻的师傅，就是比较照就是原本范本那样写。大概讲，然后还有别的。是岩岛神社，一样是同个师傅写的。谢周颖送的蛋糕烘焙工具，今天应该是播2个小时。神社跟寺庙会分开，就有两本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他就拿他的那个里面，然后这样说，来，这个是神社，你看这个字很漂亮，然后就跟我们选他有多少个，但是他里面的真的是超多，之外还真的很漂亮。还有一个是刺绣的玉珠玉，我查一下，啊，叫阿佐谷神明宫，那也是在东京，只是那时候我们忘记有这个神社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去到。
谢北中点送的浪小宝双世族，谢谢北元送的守护许愿瓶，谢谢。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真的很漂亮，因为那个奶奶刚好有那个，然后我觉得很漂亮，真的是很漂亮哎、欸。看一下它在哪，应该它这个介绍里面应该有，就这个超漂亮的，它有那个刺绣，这个真的很美。然后它这个东西啊，它有那个手链还是什么，就算是玉手的一种，这个也很漂亮。如果大家对于收集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开始收集。对，浅草美食嘛，那时候我吃的蛮多的，那时候我蛮早去的。然后我们第一个就开始吃嘛，就是我们到那边之后，它那个主要干道嘛，然后我们就吃了那个叫什么团子，黄豆粉的团子，就是这个。黄豆粉的团子啊，这次没有去晴空塔，因为我上次去过了。然后旁边是抹茶，对对对。好哦，考试加油，羚羊，拜拜。然后有吃那个人形烧。然后那时候那姐姐跟我分享，人形烧有分，就是说这种烧的东西有分两种，一个是天然的，一个是养殖系。我第一次知道，养殖系跟天然的，因为天然的呢，就是人工一个一个去做的，然后也外皮会比较硬，然后再脆一点这样。然后养殖系呢，就是用自动化大量生产的，那叫养殖系。然后我那时候吃鲷鱼烧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就是如果是吃到一只烤的话，会比较脆，然后会比较好吃。然后养殖系就比较软这样。然后我们这次就我是天然系，对，我没有大量生产，我们家只有两个女生。然后呢，就是我们那时候吃人形烧，然后也是吃天然系的。然后那个做人形烧的北北哦，他竟然会讲一点点中文耶，超厉害的。然后英文也很好，很厉害。然后这个呢，就在浅草寺的正对面。如果大家想要吃天然的人形烧的话，可以，对，可以去吃。在那个这条街的正第一间这样。可以去吃。嗨嗨，十一，谢谢洛里送的麦克风。午安呐、啊，人 life。然后，除了这个人形烧之外，我还有去吃，就是在主要干道的左边还有一个小巷子，小巷子里面有一个卖，就是我昨天有介绍的那个麸，就加在汤里面的。那时候因为天气很冷，有吃，就这样，就是热热的一碗汤，就是很普通，然后里面有海带，然后还有麸这样。然后这个就是蛮简单好吃，然后暖胃。然后我还有吃那个盐烤团子，团子有分咸的跟甜的。然后我这次吃的是只加盐巴，是咸的。然后正常大家可以吃到是甜的吧，那种酱油的甜味酱油的，这个也蛮好吃的。我超喜欢吃团子的。然后还有吃大福。然后我觉得大福里面就是那个盐大福里面是有点偏咸咸，就咸咸甜甜的内馅，我真的蛮喜欢的，直接爱上。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吃麻薯，就是不是麻油的猫咪，是麻薯，我就觉得蛮好吃的。然后再来的话是有一个东西叫炸肉饼，这一家。这家的话，它是里面蛮多洋葱的。然后我一吃，然后那个姐姐就问我说：“你觉得怎么样？”我就说：“我觉得很像水饺。”我差点被揍。
那吃起来有点像水饺的感觉，就是有高丽菜，然后一点洋葱，然后是猪肉这样，就是有点像水饺。然后我觉得在吃那个炸肉饼最有趣的地方是，因为那个地方有它有另外租一间店面，然后给大家去那里面吃这样子。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在附近蛮多，因为日本蛮多鸽子的，你知道吗？然后有个女生就是炸肉饼吃到一半哦，然后掉到地板上，因为被她捡起来，然后就发现四处的鸽子就啪啪啪啪啪啪冲下来，就是啪啪啪啪啪冲下来，然后开始狂嗑那个肉饼，你知道吗？大概五六只鸽子吗？几只啊？我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只，这六只小坏蛋，好不好？这六只小坏蛋，你看，这六只小坏蛋，然后你看他嘴巴还叼着肉饼，啊，这六只小坏蛋，把它嗑光哎、欸，全部嗑光哎、欸，吓到了，直接吓到了。超可怕，他就啪然后冲下来，而且在飞行的就是完全没有间距，在你旁边啪冲下来，你知道吗？然后狂吃猛吃这样。那女生，因为女生是好像就是也会讲中文，可能是香港来的，或者是不太清楚。然后她就说：“这样我要捡起来吗？我好像没办法捡，好像不用清嘞，怎么办？要不要？到底要不要？”然后她在犹豫的时候，他们就吃完了，超好笑的。然后我就跟她姐姐说：“欸，假如我是 YouTuber， 我就会再买一块。”然后再拍，然后啊掉下去了，这样我就再拍一卡，超好笑，超好笑，很幽默哎、欸。就蛮特别的。然后我就没有，然后我在浅草是还有买一个就是猫咪的猫咪煎饼，其实就是蛮喜欢吃他们的这种饼干，然后我就买了一个煎饼，然后是猫咪，然后那家蛮特别的是，哦，谢谢北原送的火焰足球，我觉得那家蛮特别的是，他那家是那家店世世代代他们家都有养猫咪这样子，然后因为他们就是猫咪走了之后就觉得就是很难过嘛，就为了纪念他就开始做这种造型的煎饼，就算这叫煎饼，鲜贝煎饼啊都可以，是吗？鲜贝叫鲜贝还是煎饼啊？鲜贝吧，帮我解答一下。好，反正就是这种造型的，就是饼干这样。好，旺旺仙贝，仙贝。然后就是为了纪念他们，然后就是会做那个造型的仙贝，然后贩售。然后刚刚就是给大家看，这边是他们家就是其中一只猫咪，然后就出了这样子的海苔的，然后我觉得很可爱，我就买了。然后它的门口其实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对，小仙贝的造型可以拍，我就觉得很可爱。它有小的跟中的，还有大的这样，我觉得很可爱。就是有刘海啊，就很可爱啊，那个有刘海的猫咪耶，不常见吧？它是时尚妹妹头耶，时尚的包，很可爱。猫偶像，我就觉得很可爱啦，这样可爱可爱。对，这是大概浅草寺的回忆。然后我在浅草寺还要买那个叫什么 Uniqlo， 我最近在浅草寺 Uniqlo 买的哟。看一看，觉得好便宜哦，可以买吧，买。哦，我没有坐人力车，不知道什么，我觉得他们好辛苦，我就不太敢就去虐待他们，就是我好像有点重，我不想让他们这么累这样。
哎、欸，你这边的 Uniqlo 真的很便宜，好不好？真的很便宜，因为我很喜欢那种很百搭。你看那边再套 一件洋装，就是比较好看的洋装，然后你就可以结束这回合了，真的很好看。而且我发现，就是发热衣这个商品，这几乎是用日本的价格直接换成台币然后卖，我们就吓到，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带发热衣，因为我以为没有那么冷，然后我们就去买了一件，然后一件是790日币，然后我们想想在台湾是卖790台币啊，然后那姐姐突然想到这件事之后，然后晚上又再杀去 Uniqlo 狂买，放好几个这样，因为它比较冷，比较怕冷，然后就买了一堆这样。超级便宜，他就狂买，因为他很喜欢 Uniqlo 的东西，然后就狂买这样，裤子也买，衣服也买这样，差很多。但是我本身比较怕热，所以我就没有买这样。对啊，因为是他有说什么台湾也有制衣厂，是为了就是减少就是避免那个什么的，所以就是会价格会拉比较高。谢谢分享直播。怕晕要买什么？晕车腰，应该吧。反正我觉得，只要换算成日币都觉得很便宜。因为其实跟衣服颜色有关系啦，但是因为这边也是窗户，就看起来比较亮，然后我也有打光。所以就买了很多 Uniqlo。哎，我昨天想一想，其实我还有都买一件外套，所以我总共买了像衣服类的什么的，也是有20件。我爸也说你是不是买的有点少，我想说真的吗？你确定？哦，也是有自然光，我把它关掉了。自然光，打光。也是因为衣服颜色啊，因为它这个有光感什么的，这样子会变得比较，这样子是比较亮，或者是像刚刚的什么的，不知道怎么解释。这样子的光感又不一样，这样子光感又不一样，就是一直会变。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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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经过他同意。好有声音哦，是很可爱哦，夹在这心情就会很好。啊，它有出另外一个是亮亮的，然后最后想一想，就是有钻的那种，然后想想还是这个好了。我觉得睫毛很掉，但很早就还好。Hello Vivian， 可能白毛衣吧，毛衣加成。但这个毛衣是因为我买的是 L 号，因为他如果不买 L 号，他袖子会太短。这是 L 号，袖子在这边。但是这是缺点，就是这里会很宽，就是这里很宽，就是这里有个蝴蝶袖的，然后腰也没办法很贴，这样是没办法很贴。可是我只有买白色跟两个条纹的，一个是白色条纹，哎，白色底蓝色条纹，就是蓝色底白色条纹。没有，因为日本女生她们本来就比较瘦，骨架也没有那么大，所以蛮正常的。对对对，谢谢乌鱼洞的守护灵。像我姐，因为我有帮我姐代购一些洋装这样，啊，一件洋装，两件衣服，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小东西这样，然后她昨天就在试。
就是他，因为他礼拜五都可以穿便服。谢浪客1828送的浪小宝风氏族，然后他昨天在试那件衣服，说不觉得感觉很小件吗？我说日本的版型就这样，那是 free size， free size， all free size。谢谢浪客1828送的火焰足球，还有幸运四叶草。我说，所以这样子蛮正常的，你穿起来蛮刚好的啦，不会太短啦。对对对，谢谢浪客1828送的一封信。我就很认真在跟我姐解释这件事情，因为她一直觉得，哈，我是不是看起来很胖什么的？发现我姐比我还更，就是挑衣服的时间更久哎，因为她就是在，她是礼拜四晚上。会想好礼拜五的衣服，然后他从礼拜四晚上的可能7点8点就会开始在思考这件事情了。好，从那时候就开始思考说，哎，我到底要穿什么，在明天出去上班前就想好这样，然后他就会开始他的一个走秀的一个这样一个这个状态。为什么不能充电？怎么不认真？我是会认真，只是我通常都在出门前才忙这件事情，然后就有点来不及。然后我姐姐说：“你觉得这件好不好看？你觉得这个好不好看？你觉得什么这样好不好看？”然后我就说：“蛮好看的，这样配。”我觉得你这样不行，下面不能配鞋子，这样你知道吗？我前两个小时都很有耐心哦，到后两个小时之后开始有点好看啊。刚米色比较好看没？我帮你拿那个米色就好，米色啦。不行，这样不行。然后开始就问我说：“你觉得我的裤子这样看起来会不会很胖？”会不会很胖？我说不会，不会。你把衣服扎进去不会，你没有露出腰，你这样一直线才会胖。你扎进去，就说扎进去。前两个小时很有耐心说，哎，你扎进去比较好看。后两个小时说，就说要扎进去了，会很生气。扎进去，开始，哦，我受不了，你知道吗？不是。我已经经过两个小时的折磨了，然后这两个小时、四个小时，我不行哎、欸。身为一个女生，我也不能接受四个小时的折磨，你知道吗？我真的办不到，我真的办不到。然后到最后，所以我就，他就穿了一件就是韩版的那种裤子，比较宽嘛，然后下面围喇叭，然后另外一件就是紧的黑色的牛仔裤。他就问我说：“你觉得哪一件好？”这件看起来很胖吗？这件看起来很胖吗？啊，我要减肥了吗？什么的。然后我就这样子，他就开始问我说：“你觉得这样好不好看？”然后我就这样看一下，嗯，然后他就说：“你不要用那个偶像的那种标准来看我。”我就哦，那我就看一下，我觉得蛮瘦的、啊，我大腿有缝，很瘦啊，很瘦了，够瘦了，以正常人来讲，好不好？说上班族，你这样可以了，可以了，好吗？就这件，就这件，真的是，我真的是昨天就不知道该啼笑。我现在标准就是要很瘦啊，很瘦很瘦那种、啊。然后我就开始，我姐说：“哦，好，没事，你这样很瘦，很瘦，很瘦。”然后我姐说：“你很贱呢，什么表情不一样？”这样，然后说一开始我用那个我的标准去看，我就这样觉得。然后她说：“你不要用那个标准哦，瘦啦，瘦瘦瘦瘦瘦瘦瘦，真的瘦，真的瘦，瘦瘦瘦瘦的，真的瘦瘦瘦。”她就说我很坏，我很贱。我哪有，他叫我再看一次，我就是很认真的参与他的换衣行程，你知道吗？结果就是还被他骂。到底为什么？我有尽力做到。就很好笑的对。然后因为他男朋友的哥哥结婚，然后会在明年的
医院吗还是什么的，反正他们家就是他男朋友他们家会去菲律宾，然后那时候我姐就说她不要去，然后但是因为去菲律宾嘛，所以一定会去海边嘛，所以她男朋友就是很认真在减肥，然后在听说他就是昨天我姐说什么他决定这两天要节食，这样都不吃东西，我说他不会晕倒吗，这样就这样，然后他就开始，然后我姐就开始动摇说啊，我是不是也要减？我男朋友这么努力，我是不是也要减肥？然后我就说你想减就减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说这种话吗？因为他每次都说他要减，但他就跟我说后从礼拜一再减。这还有分时间的吗？我不知道，我不参与这东西这样。姐妹嘛，干嘛还要客套？然后我就想说，好，你想要减就减啊，我是觉得还好啦。你正常人来讲，我觉得你这样算瘦的，好不好？还好还好，你前阵子比较胖，现在比较瘦了。什么？但你姐会不会觉得她去海边减肥会有危机感？什么意思？就是她男朋友变瘦，然后会被其他的女生看上吗？我觉得她应该觉得还好。因为姐是个充满自信的女人，跟我不太一样，我比较没自信。谢谢子瞻分享直播，不是因为我姐就是没办法，可能有时候比较没办法控制嘴巴，就是会到假日的时候就会变成暴食女帝这样。就我懂，就是像我出国这样。然后我就会说，我这要吃，那个也要吃，这个也要吃，那个也要吃，这个要吃，这样我就会尽量多吃一点。然后像我还会就是这次去日本，然后我就是要就是说回去饭店的路上会有那个便利商店，然后我就会再走进去一圈，然后再走出来，然后拿一堆吃的，我要回去啦。对啊，他就是压力蛮大的，因为他就说他的工作是在银行嘛，然后从他是要轮调，每个职位都要做做看，然后最后才回总公司这样。然后他就是之前呢，他就是要一直打那个就是开那个什么是票还是什么的嘛，就是蛮麻烦的，然后还要汇款，如果汇错什么就是有问题这样，所以那时候他压力挺大的。所以那时候他就狂吃猛吃，然后也觉得他主管很机车这样。现在就还好，他现在这个就比较还好，但也是蛮累的。不做偶像的话，对身材管理会像现在一样？应该不会，但是，像我大学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到很胖，就大概52，然后最多到55，我是我是巅峰啦。应该是54巅峰，然后因为是没有运动，所以都是脂肪，所以看起来就会浮浮，整个人像浮浮的这样。然后，是因为进了这个圈子之后，我才会变成就是这么就是努力的控制嘛，或者是健身啊什么的。不然我大学的时候是半夜肚子饿会去吃国民便当的等级，那时候国民便当蛮好吃，现在。没了。然后我在想，因为我也曾经有想过说，假如我真的以后不做这个行业了，那我还会继续维持吗？因为我姐之前也问过这个问题，我就说我应该很难忘记就是这个感觉吧，就是我每天照镜子会觉得，天哪，我自己又胖了一点点，好像不行耶，好像太胖了，的那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我就算以后可能在很久很久以后，我可能不再是偶像什么的话，我的身材应该也不会变太多，因为我会没办法接受我自己可能穿不下现在的衣服之类的。对，因为我本来就是很喜欢看很漂亮的女偶像，然后身材很好，因为我从以前就很喜欢看那种那个叫什么 model 的那个什么的什么什么的比赛，那个什么比赛忘记了。然后我就是很喜欢看那种嘛，所以我就觉得哇，身材很好的女生很棒，很完美，这样很喜欢，对啊，所以我就希望可以这样啊，名模生死斗 ，yes right， 对，
很喜欢看那个《迷雾村庄》，我觉得他们拍照好好看，很厉害，很喜欢这样。所以从应该说我就算以后我也不会跟现在差太多了，对对对。就是很久以前啊，从很久以前就很喜欢看。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没办法，就是太不克制吗？谢谢任浩送的《浪小宝风始足》。跟我抄完可能没有用。现在不是有那个吗？社团课。跳到三十岁，如果可以的话，今天喝路易莎，昨天也喝。对啊，我觉得是健康嘛，但太胖跟太瘦都不健康，所以我觉得现在蛮刚好的。但是我现在不太确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之前不是有健身嘛，就是参加那个健身的比赛，减脂这样，浪 life 的这样，让你动起来。然后那时候就是比较瘦，而且是精瘦这样，很壮。然后那时候呢，我们有量一次身长表，就是再量一次这样子。然后大家也知道，我们未来会有新公演嘛。然后我好像就是用那个去做的，然后我就有点担心哈，我会不会穿不下？我害怕我穿不下哦。但我现在其实真的没有差很多。但是我就会觉得天哪，因为一直都没有去试，就是我们有修过一次嘛，然后我就没有去试，然后就有点会担心，你知道吗？应该不会穿不下吧？通常都怕会胖在腿，所以应该都没关系，就是我觉得腰啊什么都不会有问题。我就是有点小担心，小担心。哦，女生体脂代谢低，然后对，会可能就是越是会比较不稳定，但只要是健康，如果身体本来就是习惯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不太会改变。不，重点是压力大了。喜欢红秘书鸭肉肉的很可爱，难怪你的马甲是。哎，可是我真的讲 ，Unish 要穿裤子真的是很难穿，因为你流。真讲 ，Unish 要穿裤子真的是很难穿，因为你流汗，什么超级难套。像奇迹就是那个奇迹也赶不及，然后我每次套都是超级的，快点这样，很紧张，世纪紧张，超害怕穿不完。不知道，还没试过，所以就是会担心。但我相信应该还好，对吧？奇迹的拉链，什么拉链？哦，你说膝盖的吗？哦，那个超痛的，之前被尬到，很痛，那个很痛。我之前是因为那个打开嘛，然后要拉，然后就尬到的那个肉，然后我就姐姐肉痛，没事，他没事，先穿好再说，先穿。好哦，人好，拜拜，嗯，就加油。泳装单 pass 不会啦，就是要有所节制，其他都还好。什么东西啊？在骗？
就那个膝盖真的是，那个拉链真的是设计蛮不好。我们一开始以为是要打开，然后就坐到拉起来，我想说干嘛还缝呢？为啥呢？为啥会要缝？为什么？不懂这样。太突然了吧？什么时候要拍写真集？没有吧？缝的意义在哪？不知道。希望我们眼眶泛泪吧。猪猪可以，猪猪蛮适合的。有没有是打我脸呢、啊？我是真的觉得应该不太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单曲，对，因为毕竟。地区的，知道是那个风俗民情嘛，就是习惯不太一样。如果有的话，真的就是奇迹了啊！我觉得，而且我们也不能穿那套单曲去上节目，可能是不行。我们需要做两套衣服哦。应该说，正规的偶像或者是艺人，在台湾可能比较少出写真集，但在日本是很蛮常见的事情。然后，但是像其实你讲在出写真集的女生，其实也蛮多的，像乐天女孩，其实就有很多很多人出写真集，然后也会有，像是可能比较红的网红啊，也会出。其实就真的。也是可以出啦，就是我是觉得可以出，但是销量能不能那么好，就是另外一回事。先浪客1828送的守护许愿瓶，对啊，但是以人，比如说目前的人气来讲的话，出现自己还是算是亏的，觉得。但其实想想，我们的孙写真摆一摆，其实也算写真集了啦，对不对？只是比较画面比较统一，就是全身、半身、大头的。对啊，几率挺高的。所以这就是需要思考的事情啦，但目前是没有这个打算，所以大家不用想这件事情，也没这打算。擦个护唇膏，哦，这是去日本买的吉田朱里前辈的护唇膏。小迪可以先拍，我觉得他身材挺好的，真的是，我觉得真的不错，念念也可以，阿杰也可以，麻油也可以，哦，我有跟你说这款护唇膏，就是这款口红润唇膏，算这样讲吗？它擦起来凉凉的，我觉得蛮不错的。可以买，我喜欢，而且那种柑橘类吗？就是那种柑橘类的那种味道香气。名单都想好了吗？就是我心里的愿望名单啦，对对对。明明不想拍，但是我觉得是我希望，就是哦，他现在可以先去拍，觉得蛮好看的这样。毕竟我也是有娘娘的写真集的人。好看，好好看，中午不能播的那种。嗯，看来我真的胖了，但我看我的腰还好。陈晨初不行，陈晨年纪太小了，不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
我不行。他可以拍生写真，多拍一点，但咱不可以抽。先卡，等一下出三集。年纪太小了。如果是出什么出去玩的那种，可能像 AKB 之前都有拍，就是前辈们他们之前有拍什么去冲绳啊，如果是哪一节那种出去玩这些的那一种写真集的话，我觉得就可以。不行，我不行。我是个守旧的女人，我突然觉得，啊，其实都可以啊，就是如果是看你看受众群嘛。但我真的很少看到，就是女生，就是年纪比较小的小女生的写真集，比较少看到。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这样的就是机会，有人会出写真集，就成长记录吧。对啊，我觉得这歌单的歌都蛮好听的。谢谢阿凯送的圣诞铃铛，听起来就是比较微一点点青春写真。对啊， High School Musical 那感觉。我妈我不见得卖得好哎，我觉得。你看我的握手券都还没有填完，应该也没什么人想要买。但我爸可能会买十本。以我爸来讲哈，真的很好看。其实我一直蛮想要买写真集，或者是就是对，但是其实就是没有到那个冲动。可恶，就娘娘的会让我冲动哎。重启，天啊！我要烧掉那本，他再给我再多钱，我可能都不会拍、欸。不行，再给多钱。跟虫虫一起拍，我真的是我心灵会崩坏、欸。但假如呢，真的很多钱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为了钱出卖心灵吗？这可能有点办不到。为了钱出卖心灵、啊，好可怕！我光想都觉得有点可怕，你知道吗？哦，恶魔的交易，白金没有写真，你有吗？你要送我吗？我很开心哦。我们都是金钱的奴隶，没有啦。啊，我不知道哎、欸、哦，因为我是真的对于虫真的是很害怕那种，是我真的会哭出来的那种，然后会起鸡皮疙瘩，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克服。但如果未来真的遇到的话，可能会考虑或者是什么的，会思考啦，还是不会完全拒绝啦。好可怕、哦。不知道，可是因为我是真的极度怕的那种，对，会哭出来的那种，对，所以不确定能不能，但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这样的工作机会哈，我怕。对，如果有的话，也试试看，尝试先看一下价格。我也不知道他们说是我重启写真呢，是重的重。想跟上马尾拍，跟虫比较可怕，虫比较可怕，虫一定选虫。
有没有大家想要送我写真集是可以的哟，我愿意收藏。毕竟我是一个很喜欢看美女的人，比起看男生，我比较喜欢看女生。真是仅此一次，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工作机会，我就再也不会接。忘记我都有换这个了，要用啊，不然浪费的。我目前背的可以呀，就是谁的都可以呀，我愿意给我的话，我都很开心。就是美女谁不爱？有啊，米娜也有说，她是常收到很多写真集，好好。总统大人，什么意思？干嘛？你不喜欢有特效的我吗？其实也没差很多吧。真的，圣诞交换礼物，许愿写真集，真集写真集，写真集美女写真。不会是总统的猫咪有写真集？可恶！啊，不喜欢有特效的我，为什么？差不多嘛。不就差不多。我之前换的特效，觉得很可爱。没开封的可以用，如果大家要多买，然后觉得放在家里有点负担的话什么的，也可以送我，我帮你收藏起来。呵呵纯天然，纯天然。我今天打开我的虾皮，然后我看到一个蛮可怕的商品。你知道什么吗？它是什么？定位系统，万物追踪卡，很可怕哎！这是不是那种跟踪神器？但人家是说，就是可以放在就是比较容易弄丢的东西上面，例如说可能手机贴在手机的背面啊，或者是电脑，或者是行李这样。可恶，拆解的感觉很像，我很喜欢拆解，我家唱歌好好听。送看完不要有什么不行，我这个不是回收厂，你喜欢我不见得会喜欢。脑子可以放满，不行，因为它上面标题写什么吗？绝对不要给老婆女友看，一招解决困扰已久的问题。我想说这是什么意思？找女朋友吗？啊，感觉比较女生会买吧，放在男生的钱包里面这样，我就可以知道你去哪。有点像，可是它的标题很耸动，让我有点吓到，我就怎么会下这种标题，吓死我了。好可爱哦，喜欢。那什么东西？《资治通鉴》哪里？好在哪里？啊，今天还有件事情，我一直忘记，想要跟你们讨论，忘记了。就是啊，我因为我今天要去上课，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其实是昨天还是前天约，昨天嘛，然后上歌唱课，然后我就时候就有问说，请问要去上课要准备什么吗？然后他就说可以准备一首哪首歌曲，然后跟一个目标歌曲。然后我选不出来，想说跟你们讨论，帮我想想办法，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忘记，然后聊到现在。你有头绪吗？细到史书不算，丢掉吧。我不在看史书，拜托拜托不要寄给我史书。送什么什么 AKB 的衣服图鉴啊，我什么都好，不要送我史书，拜托。然后他就跟我说要一首哪首歌曲跟一首目标歌曲，然后他昨天才跟我讲，你知道，也是我昨天才问啦，是我的问题，但是很突然，然后我完全没有想法，毫无头绪，你知道吗？目标煎熬，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每一秒。刚喝咖啡卡痰，哎，这幽默是我等一下去看牙医，哦，他一言不合直接打我麻药，唱在那边说，哎，这边有蛀牙，帮你打一下麻醉，这样我会不会唱没办法张开？然后我不知道我的目标歌曲跟的是什么，我真的蛮少唱的，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其实会去上歌唱课，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渐渐对于唱歌这件事情没有自信，因为我们会唱歌人太多了，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唱的没有很好，所以我想要去学唱歌，然后让我自己就是除了是技巧可以变得比较好，也变得比较有自信，所以我想说我就去，然后就老师就问我说，哎，你有什么喜欢听的歌吗？我突然想不出来，哎，快点救我！因为我其实我也蛮喜欢那个理想混蛋的那个主唱唱的那个习惯不习惯，气不够吗？我觉得还好。许下心愿，勇往直前，因为一旦撇开的，就会察觉早满意不舍的泪。你先生那个男 key 有点太，他的有点太低了。按到了，我在跟他讲话，按到，吓到我了 ，baby。我心里当个抖机抖机了一下，瞬间哇哭哇哭。我说我要哭哇哭的那种哇哭。耳机党的大家，みなさん，ごめんなさい。Love you。就在思考要不要试试看这首歌。对不起啦，对不起，对不起。可它前面很低，前面很低音。已死亡，对不起，对不起，我爱你们，我爱你们。大家听首歌蛮好听的，我蛮喜欢的，但是我觉得有点难。想象着你是否也曾在此写下诗句？我要放哪里比较看到歌词？依旧看不到歌词。可以耶，但是没有地方可以躺，挡我的短裤。这首很好听。什么痕迹？
是我未能参与，你说我们也习惯这样的距离，习惯了拥吻后保重，久久习惯想念用一句晚安带过，习惯独自入梦却不习惯你不在我左右，习惯了用微笑代替挥手，在每个又要分开的时候，习惯了远距离却不习惯告诉你我多需要你。我喜欢这首歌，我要把它歌词载下来。不习惯，喜欢不习惯，为何看着你却有沉默不语，忘记所有该表的情该留的甜蜜，好不容易见上了一面，现在可以跟爱情睡午觉，可以了可以了。可能是我最近真的蛮少听中文歌，讨厌这样的自己，是否我们也习惯之间的距离，习惯了拥吻后保重，久久习惯想念用一句晚安带过，习惯独自入梦却不习惯你不在我左右，习惯了用微笑代替挥手，在每个又要分开的时候，习惯了远距离却不习惯告诉你我多需要你，为何总学不会诚实的告诉你，总在一些太黑的夜里盼着你的关心。为什么歌不见了？你的关心，这就是我可以，距离不是问题，值得值得，久久习惯想念用一句晚安带过，习惯独自入梦却不习惯梦见你不在我左右，习惯了用微笑代替挥手，在每个又要分开的时候，习惯了远距离却不习惯告诉你我多需要你。谢谢洛黎送的监听耳机，谢谢志玲哥送的世足会员票，还有摘星会员票。我想说是不是要选这一首，因为实在时间紧迫，一切都很突然。习惯了拥吻后包装，久久习惯想念用一句晚安带过，习惯独自入梦却不习惯你不在我左右啊，好难哦，真的是选择困难的人呢。先截图，有没有人懂我，有没有哦，他的歌都蛮适合睡前听，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找理想混蛋，然后他这个的话是他自己出的专辑里面的歌曲，然后他乐团的也很好听，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支持一下。目标歌曲的话，其实我一直很喜欢那个目标也太高了，不是，因为我一直在思考是我要选择我所爱，还是选择我应该说对工作有帮助的。
我喜欢这首歌，你的心，我的心，哦，我的心，你的心，错了。谢谢328送的小鸡蹦蹦，哪有上次直播哪有鸡啊？哦，最近真的 First Love 真的是红回来耶，我觉得 是因为日剧还是什么，我只有看新闻是吗？拿这个擦平板萤幕。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又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我是不是要求太高了？我这是不是这魔王关是太魔王了一点？Hello， 管他。我的心，你的心，隐约有交集。我看着你，守着你，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其实我们老师有说，就是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自信。我说可是我就觉得自己唱得很怪的。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希望我能有进步。送了一箱纸，谢谢。哦，对啊，我真的是超级，有时候真的是很没有自信，我超讨厌我自己这样，嗯。但是我觉得没办法，我觉得随着是星座吗？还是就是这边竞争太强烈了？也有可能。我来思考一下。那是想说目标不要选梦之河，梦之河可以吧？小丸子的版本唱，小丸子唱挚爱吗？小丸子，小丸子吗？耶、yeah, ，这个小丸子吗？耶、yeah, ，我的心，我变米娜，天哪！哇，嘲讽哦，我不可以这样哎、欸。耶、yeah, ，就那个音就可能歪一点就会变米娜哎，怎么办？直接唱米娜的版本好了。我的心，你的心，已没有交集。我看着你，熟睡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叫这皮？唱错了。说什么你还懂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能力了。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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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直接变成 Mina， 后面直接 rap 了，太快了，跟不上。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哈哦哦哦直接变 Mina 了啦！哦，这样子很怪。我内心有个 Mina 魂，为什么？谢谢多多手上的掌声鼓励。可是我很羡慕 Mina 哎、欸，
因为他的声线很有特色，就是别人学不来，因为像我的声线就很容易被吃掉。对，我这样真的很过分啊！哎，这声音怎么唱？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我画一下重点，我常常忘记怎么唱。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自己自己，做一下笔记哈，我是个会做笔记的人。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欺骗自己，欺骗，欺骗，欺骗自己。往上再往下，每次去录音，我的笔记就会长得很稀花，因为我都用不同颜色。外表看是阿晴，内心却是仓鼠。米娜魂，米娜不要看。说什么你还是当……那怎么唱啊？突然忘记了呢。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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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你，那是波浪符。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常常会忘记 key 是什么。说什么你还是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你你的能力，我已经没有。这也是波浪符加往上的符号，再写一次。波浪往上，波浪往上。那个你，那个你，骗自己，那个你，平的。对啊，就是想学那个转来转去。谢谢刘志毅的演唱。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他有一种可爱的抖音，然后还有嘴巴要有一点啾啾的感觉，你就可以学得很像。大家可以试试看，好不好？这是多年同事的感想。好，我去迪士尼买了一个伴手礼给米娜。我觉得这很可爱，这个一定很适合它。是一个吊饰，是一个。你看，这可以戴的哦。啊，不能戴，人不能戴，人很可爱吧？想送这个给妮娜，这个超可爱的。我的心，你的心，已没有交集。我明明想要学小丸子，就会变成妮娜，真的，他的那个太那个了。太影响我了。我已经没有分辨秘密的能力。怎么唱？我已经没有分辨秘密的能力。我已经没有分辨秘密。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没有是快的。我已经没有分辨命理的能力。我又唱过 key 了，我真是没办法，我一定要练习，我才能把 key 记住。你们不要爆雷哈，我明天才会见到他，你们不能偷偷传给他，我会揍你们，我会跟他说，问他说是谁传的，我就揍你们。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啾啾。我已经没有分辨命理的能力。我已经没有分辨命理的能力。我已经没有分辨命理的能力。我已经找到这种。你们不能趁他晚上直播就跟他讲哦，你们不能哦，你不能这样哦。我已经没有分辨命理的能力，只能用神用神你，神用神子。他没有换气点。你只能用你吻着你，想要用唇头吻我，只能用你吻
着你，想用心头留着你，只能用力吻着你，只能用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用心头留着你。我、哦、这是平板，手机是旧手机，我边充边直播，但不太行。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用身体留住你的爱。换气点。这样的痛你等不到，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痴爱，也是我的痴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痴爱。他的换气点超级不明显，谢谢天送的文手礼，谢谢。我的心，你的心，并没有交集。我看着你，说着你，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用身体留着你吧。这边有一个换气啊！哦，没有，是我的问题。你等不到，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那我应该要先练习哪首歌曲？先练习我的习惯不习惯，先画出换气点。太难喽，换气点。我的台北并不十分宁静，灯火通明的巷弄里。独坐咖啡厅，不好意思，我刚没听到。日落的台北并不十分宁静，灯火通明的巷弄里，独坐咖啡厅。想象着你是否也曾在此写下诗句。想象着你是否也曾在此写下诗，灯火通明的巷弄里，独坐咖啡厅。想象着你是否也曾在此写下诗句，用什么词汇描述我和你？等待月光回，用什么词汇描述我和你？对呀，我用那个钩子。用什么词汇描述我和你？等待月光为你铺设路径，让我看看你那一双最爱笑的眼睛。城市风景又在你身上雕刻什么痕迹？是我未能参与，你说我们已习惯这样的距离。
了永恒包装，求求习惯想念用一句晚安带过，习惯独自入梦，却不习惯你不在我左右，习惯了用微笑代替挥手，在每个又要分开的时候，终于画完了，怎么长得很奇怪、啊、不能当心理小的好哦，工作加油。抱歉，有件事忘记了。想念用一句晚安带过，习惯独自入梦，却谢时代把送的钟情玫瑰，处理一下事情啊。习惯了用微笑代替挥手，在每个又要分开的时候，习惯了远距离，却不习惯告诉你我多需要你。却不会诚实的告诉你，谢谢水锤成为我的粉丝团会员，感谢你的支持，够叫够，谢谢瓜送缘分相遇，谢谢。包装求救，习惯想念用一句晚安带过，习惯独自入梦，却不习惯梦见你不在我左右，习惯了用微笑代替挥手，在每个又要分开的时候，习惯了远距离。参选了吗？才刚选完呢，最近没有这么快吧？不是啊，我没有要参选啊。不习惯告诉你我多需要你。好，我是对乐器一窍不通的人，请米娜帮我，可能还比较有机会。嗨嗨。走，
知道。我们那么成熟，偶尔也会手足无措，渴望自由却一直闪躲，害怕只能继续做梦，直到那天你来。谢谢陈皮录音送的小喇叭，谢谢翠美里长。可以哦。是闪烁，当我们的手勇敢寂寞，每一天都会发觉全世界和你作对的时候，要记得原来的我没有你的城府花朵。我来要大声地说，会有两个 Mina 一起唱的，在选推荐的歌曲啊，刚刚好有一个工作。时间在深深的压抑，让我们成了宇宙这的大人，期待。麦麦，快去休息吧，辛苦了。没电喽。他又要没电喽！谢谢洛璃送的挚友包包，我觉得我现在手机就是最多只能支撑我开两个小时六十分钟左右。也蛮好听的啊，还是推荐明先生好了，毕竟是爱团的。
准备掀开踏上其他道路。而且我现在在选歌，对啊 ，iPhone 十一。等一下，你说的是示爱动物对吧？人好像是示爱动物的，嗜血动物，竟然变得很 rock。可那一张里面，我最喜欢的是稀有品种，还有八字不合，哎，八字不合。卑鄙卑哈，卑鄙卑哈，准备掀开，踏上其他好的舞台。编写肉果汁机，我喜欢，有点好笑，我喜欢，有点，酷。噔噔噔噔噔。哦，演唱会，谢谢蜜分享直播。等我挑完，就是差不多就要关了。就是我很喜欢化妆师这首歌。喜欢把化妆一点粉底。迷途也很喜欢。直接听副歌吧。选不出来啦，哦，都喜欢呢、啊。菲菲蛮好听的，那在西门町拍也可以。那时候我怎么没去看一下呢？八字不合好像太直接了，不行，讲服一番道理才行。谢谢命送的火焰足球，谢谢。怎么办？到底要选什么好？你喜欢这首歌，
穿成了黑色的你去买饭，好哟，谢谢金色的缘分相遇。牵挽着白色的心，一瞬间看不清，只想抓住你。谢谢小爱上的浪小宝风世珠。流浪之间承载着秘密，银色的光拉着我跳舞，血液在窜，思绪混乱，不禁转弯。真的只能推荐两首歌，是真的很难的。与浪之间好听，它陪伴了我好一阵子，觉得听这首歌很疗愈，然后那种海阔天空的感觉。海阔天空是这样的吗？不是买饭。谢世纪送的火焰足球，却看不见自己，与浪之间承载着秘密，银色的光拉着我跳舞，血液在窜，思绪混乱，不停转弯，谁在乎不是我在推荐歌曲，不是不是唱歌课要学的啦，哦，不要这样子。哪一首老师应该要吓死吧？你在想什么？要不要先从简单一点的？歌就唱一下就可以这样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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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选 Love Life 啊，毕竟我很喜欢。我得说新的那一季 Superstar 的那衣服吼，真的超像 Reset 前面开头的衣服。
应该不会怎么样，只是会吓到而已。啊，可是我最喜欢这首歌哎，虽然那首歌也是。在唱，我就选这首歌了。反正我这么喜欢，对不对？哈哈哈！好，就这首，就这首，就决定就这首，好好好。其实我不太记得歌词，我只喜欢这个。为了要介绍，应该是学一下，对不对？我要讲一下，我要讲一下，我要讲一下。第十名是乌鱼，谢谢乌鱼。第九名是冠维，谢谢冠维。第八名是嘎抓，谢谢嘎抓。第七名是洛璃，谢谢洛璃。第六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五名是勇哥，谢谢勇哥。第四名是钟莹，谢谢钟莹。第三名是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第二名是雪呆吧，谢谢雪呆吧。第一名是宫大，谢谢宫大耶。看牙医加油，哦，会加油的。谢谢大家今天的看我直播，然后喜欢我们的话可以搜寻 AKB48TP， 找到我们的官方网站、Facebook、Instagram， 还有 YouTube 频道 ，YouTube 上面都有我们的 MV， 还有我们的一些有趣的社团课的影片，或是一些小综艺。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参加我们在明年3月11、12的握手会，或者是我们1月的话是我们的 Reset 公演的千秋场啦。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1月的时候可能一起抢票这样子。对，因为十二月真的很感谢大家已经受庆了，感谢感谢，开心开心。那喜欢我的话可以追踪一下我 IGYU7.714， 就这样，好，拜拜，再见，拜拜，居然还在开，对，没错，但是我要走的，拜拜拜拜拜拜，再见再见再见，再见。